你自己以后小心点儿，我不知道三伯会做什么的。 我怎么是走狗了？他们的死关我什么事？我只是个翻译，我不用吃饭啊，我要吃饭的。要吃饭？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，你有没有尊严呢？我没有，你有啊，你有很多呀。你行你去打呀，把他们都打死，打死十个、100个，打死1000个。我是一个翻译，我不是走狗。 我是一个中国人。